你有什么话想说？毕业快乐吧。一帆风顺吧。一些场面客套话。讲讲话。还有你有什么想说的？就是对，一样一样一帆风顺。场面话。我想问。那你们有什么话想说？没有。那你们要毕业了，有没有话想说？没有，这么没有感情。不然跟老师说一下嘛。什么一样？不一样的。哪有一样？有，都一样。你说你们国中都读同一所？对啊。那跟离开老师没有关系啊。你是要离开杜宝国小，一定有话想说啊。对不对？那都没话想说，那也叫唱嘛。不用遮啦，这样谁认识？连同学十年后，我把影片叫出来，我搁看会到你对吧？开启了我们今天毕业典礼的一个序幕。好，那校长在致辞之前，
黄伟哲市长的台北市政府陈市长参议，来各位小朋友掌声欢迎。一直很支持，然后带领全校家长一起来支持学校的我们的胡小军胡会长。神句五点，就是别忘记了你要奔跑。这让校长想起了在以前常常会说，当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，教育孩子的时候，就是要让孩子们懂得奔跑。彭程阿姨，阿姨。感谢我们所有来到现场的贵宾家长，好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大家。我这边代表台南市政府向各位毕业生说明毕业快乐。好，各位们祝现场所有的老师、家长以及各位同学各位嘉宾都能够身体健康、平安顺利，谢谢。各位小朋友 ，Are you ready？ Yeah. Are you ready？ Yeah. OK， let's go。幼儿园表演有两个节目，首先请来欣赏幼儿园带来的。第一个乐器表演，蘑菇蘑菇。
林罗桥勋。这个就是我们邀请我们台南市议员陈秋荣陈议员来为我们进行颁奖。中研区区长奖授奖同学胡家松、李佑成。校长奖年级表演同学请到旁准备。校长奖授奖同学周成景、陈品彤。
歌。接着颁发科技领域优秀奖，授奖同学曾永坤、吴家松、许敬伟、吴杰宇。接着颁发体育领域优秀奖，授奖同学许浩哲、周晨毅、林千浩、杨佩云。三年级表演同学请上台。
梧桐资优生奖学金授奖同学黄依云。接着颁发大成基金会奖学金授奖同学曾永坤、蝴蝶鱼、周成景。
师来进行这项的定定了，但是呢老师们都很客气，也希望平常的时候的在教室的定定孩子们都是可以听得进去，然后也铭记在心里面，所以在这样的场合当中也让孩子是主角，所以在通过今天的日子，校长就小小的透过刚刚的致辞，叮咛各位小朋友，那刚刚所有的我们的贵宾也都给毕业生行珍重再见礼，毕业生请起立，毕业生向左向右转敬礼，珍重再见，毕业生向师长行感谢礼，敬礼，谢谢老师。毕业生请坐下，播放毕业影片。林女士小朋友，你看，林玉宁小朋友，林玉宁小朋友，你看，罗乔勋小朋友，罗乔勋小朋友。你看林佑成小朋友，林佑成小朋友，听到广播请和家人一同欣赏以下影片。谁听你喜悦，陪你掉眼泪，嘿，好久不见，请你许个愿，要感情不再那么容易变，让幸福被距离拉得太遥远，我寄了张卡片，地址是感觉，手间仍叫永远，像是你又递来一杯热咖啡，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，笑脸写祝福的留言，请把我的名字默念一百遍，好梦就会成你睡醒实现，感觉记忆
让温柔不灭。你现在让谁吻你的脸，疼你的一切。嘿，好久不见。许个愿，要感情不再那么容易变，让幸福被距离拉得太遥远。我寄了张卡片，地址是感觉，手牵人叫永远。是你又递来一杯热咖啡，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。我寄了张卡片，画你的笑脸，写祝福的留言，请把我的名字默念你变，好梦就会将你睡醒实陪你让手指到世界。
唱毕业歌，请毕业生与在校生全体一起立唱。首先是幼儿园的小小梦冒险家。
对啦。走不远，走不远。
我帮你去挖路口。你也不要逃避我的婚礼。好啊。哎呀，你无甲倒好，那用啊呢？分过去往外走了，分过去往外走，先把它拉直了，这样穿不过去了。你先把它拉直，穿过去。对，后面那个太阳是可以遮住的。穿过去了，穿过这个缝往外走。哎，对对对，啊那边也是。啊，这两个也是，你往外走会开掉。啊，没有火种吗？没有，有没有火种啊？找火种，里面拿火有火种啊，袋子里面一定有火种。拿火种，哎呦！我没有啦，这是梅子啦。火种啦！我的这叫梅子。你等下，一个火柴点到无半支嘛袂倒啦，要火种啦。我哥啊，我爸爸，我们家烧那个手上烧啥子？啊，你个砍的要哪点？中间吗？没错，中间才对啊！我收起来了，干个毛啊！我要没了，我要没了，没关系，可以点好几个火种，赶快！两个我们要没火柴，没有，开玩笑。我不是卖火，我是小火。我们妈的没有火柴，要多久呢？还得是高手呢。哎，王浩啊！等一下来没？同学，你夹子出来，夹两个就好。快，在干嘛？我要你们去哦。你说单杠那粒涵盖加几份？哎，涵盖那个另外点呐，那个另外点。说另外点什么意思？就是你都放好，然后一颗一颗点就好。你看这个看起来就有熟的感觉了，有没有？哎，不要丢那个，不要丢没熟的回去当豆腐呢。对啊，别接边不要紧了。很冰哎！你没有看那个夜市在钓虾，不是都穿这样在烤吗？哎，很好摸。这个虾子应该很快就熟了。我最能够接受长直，他那屁单子冲下去，再长直没办法。没有，你要把它拉直啊！你要拉直，不然那个竹签会变歪的。从这里有个洞，我拉直，大力插下去，然后这个拿。
排下去就好了。不要砍了，都关好了。哦，那个是校长请的。哎，不要砍，这个很好吃哦，我刚才加过那个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看老师在煮菜比较快、一下子都熟了，有没有？虾子不变无要紧啦，你要等一边全部都红了再翻就好了。啊，但因为旁边这个锅热，你要拿中间的放。上来，上去啊！好了，你还好，可以帮我装。装什么？慢慢要装什么？这个你要调好啊！没有牛肉啊！哈哈哪里有牛肉？这个？什么？这阿伯，别拿。好啊，你们要自己喊啊！六年甲班毕业快乐，然后一起跳起来！好，我帮你数一二三来。